大约他儿子就是上每天上抓着上擦屁股。啊，那就手势对。就是37周了。任何课都会降落，所以我今天把我的那个妇产科的医生也请来看演唱会。什么？任何的突发状况，我们就在后台直接介绍。有没有？这是一个父亲的思维。这样讲好像有点糗，但是我没有那个意思，就是因为团体的关系嘛，就是好几次在小巨蛋开演唱会，所以就那种他那种第一次的那种兴奋感，好像已经在很多年前都已经做过了这样子。我觉得体力真的是没还好，对，因为我觉得你说跑来跑去什么那个，我真的觉得那个老实讲我也没那么老，就是这个真的不算什么，我觉得是嗓子吧。还有小春跟大院，就是还是有他们很好的感觉，超好啊。他们一出来的时候，我整个是如释重担，这样子真的觉得哇，超棒！我去旁边休息一下，你们先唱。是哪个 moment 就是想哭或感动？没有。结束也没有。对啊，三天嘞。不至于到想哭啦，就蛮感动的。对，我是比较不好哭的人。对。之后几天都不要再讲话了，因为讲唱太累之类的。不会啊，因为我接下来用不到喉咙，我就把它用烂吧。对，我今天晚上就是会一直讲话，一直讲话，我要一直跟人家聊天。我花蛮多时间背歌词啊，所以对你来说，整个里面来说最紧张的是哪一块？来接个电话。对，我比较担心的是，就是像我刚才讲喉咙的状态这样子，就是很难，因为你在后台，然后你朋友来拜访，他一讲说哇，真的很开心这样子，你也想跟他很开心，可是你就说hello。那谢谢你们来上，你也很想跟他们很亢奋，但是你没办法，你就是要 hold 住这样子。所以接下来的高潮你是会带上顽童？一定要啊，不然时间不够。标配，如果有惊喜的话，就是没有顽童。对，惊喜就是没想到吧，没顽童。三场都有看吗？他这次也很辛苦，他为了让我可以专心准备演唱会，然后他就是帮我打理很多公关的部分，就是朋友来啊，然后要处理票务的东西啊。可是他又大着肚子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不喜欢他做这些工作，我觉得他很辛苦。这样，我一直跟他说，不用每件事都做这样子，就是尽量就休息这样子。但他很贴心啊，他希望我不要有别无旁念，想要我专心的准备演唱会，所以他想要把一些其他琐碎的杂事把它处理掉这样子。我在台上的时候都会一直看到他，然后他都会在不同的位置，然后每次在不同的位置，我就觉得你为什么一直乱跑？你可以坐着嘛，你不要一直动了，就是休息了这样子。因为他就会这边招呼一下，那边招呼一下这样子，对，所以辛苦他了，辛苦他了。老婆这么辛苦，会不会就是犒赏他之后这样？我每天都在犒赏他，真的，我每天都在犒赏他。基本的，我就是。差点讲出一个标准，算了，这本来就是要犒赏啊，老婆就是拿来犒赏的，不是吗？对吧？有没有跟分享宝宝在肚里面跟着你的音乐一起跳之类的？有啊，必须要的，必须要的。对，接下来就是公益驾到这样子。对，因为他现在是主月，就是37周了。任何一刻都会降落。当然，我超紧张啦。所以我今天把我的那个妇产科的医生也请来看演唱会了。什么？任何有什么突发状况，我们就在后台直接介绍。有没有？这是一个父亲的思维。我先给他票，因为今天主月嘛，我说先给他票，你来，让子来看，然后如果出什么事，你就马上后来帮我接。他有说你好像最近都会去找他实习奶爸。我跟你讲，尿布换得很顺。我看他还没出来，我已经练习大院他儿子就是这样，每天这样抓着这样杀他，脚把他屁屁抬高，然后一手擦洗，对啊，就是我这样。那你的手势，对啊，你自己也在洗。Ready to go 啊！我还没听我搬家两次，有点感觉，真的蛮感动。灯光半用的，上会你要挂在你的脖子上。我的尿，我的尿。我在这个，我身上啊。